牛牛，你今天怎么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啊？你牛爷爷，我能有什么事？开玩笑。那就好，我还以为昨天马博士机器人把你打挂了呢。白雪，也不知道其他机器人都在哪，该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江博士跟我说，上次我们打败的那个机器人已经完全具备了模仿人类行为习惯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机器人替代了我们，就可以做到跟本人完全一样。没错，我用特殊手段是基本上分辨不出来的。唉，这可太麻烦了。妞妞，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哎，我也不知道呀。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昨天学的诗。李牛牛，你来背一下昨天学的清明。完了，学渣牛又要挨老师批评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不错啊，牛牛，看来昨晚有背诵，表扬，走吧。下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雨乔，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指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老王也没叫牛牛背啊。不错啊，牛哥，都学会抢答了，看来背的是真的很不错。老铁，你今天有点反常啊，平时你一句都背不出来。多谢夸奖，昨天刚好背了。不对，今天的李牛牛很可疑。体育课上，预备，跑！李牛牛这是要起飞了吧？天哪，牛牛快得像闪电！我的妈呀，李牛牛你破了世界纪录！我是有点厉害了。你应该不是李牛牛本人吧？啊，为啥这么说？超强的记忆力和超强的运动能力，别说是李牛牛了，全世界都没几个人类能做到，查一查就知道了。二级机器人，战斗力50，中等危险个体，不是人类，不是人类。他是机器人，你是什么时候替换牛牛的？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我也不装了，看我把你们全部都抓回去替换。休想伤害我的学生！你们有什么好的对策吗？呱呱，你现在还能像上次打倒马博士机器人那样再爆发一次吗？啊，不行啊，没有上次的感觉了。乖乖投降吧。清逃，抱歉我来晚了。人类清逃，战斗力100，高度危险警告。清逃，你又变强了，战斗力都等于两个机器人了。为了找到剩下的机器人，解除这次危机，我特地去修炼了一下。太好了，青桃，我们先把王老师送去校医室。乐乐，你赶紧给校长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学校被机器人入侵了。没问题，我这就打。喂，是校长吗？机器人入侵是吗？好，乐乐同学，我知道了。一群小屁孩，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校长已经被我们机器人替换了。好戏现在才开始呢。